我的搭档张文婷上春晚了，我非常恭喜他，我也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看得出这是一张开心的脸，我好开心。你被春晚来环绕，多好的欢喜，对吧？你看我这种心态，对吧？就所以你要放轻松，学会看淡一些。你看你刚才这么急躁，还对咱哥哥这边有点，就是好像动粗，合适吗？他不就上了第二次春晚吗？他不就是要再次出圈了吗？不就是要再次火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是你？凭什么？